你看哪张我最好看？哪张都好看，谁都看谁眼好看。你看我是不是没有小时候好看？没有小时候好看，那位多大是吗？上一二年级吧，好像。一二年级啊。我记得那位。我们班主任好像还找那个二年级的班主任跟他说，说我们班一个小孩都很俊，然后叫他专门过来看我的。这什么他套马？小声说你长得一点不像农村小孩，说长得不像农村小孩。你说这个样子长得真好看，一点不像农村小孩，我哪个农村小孩跟这里边没区别？像城市小孩不像农村小孩，一个个的。 越长越丑了哈，越长越丑了。太白了，这张好看。这样气色好。在我上大学的时候，我帮你拍的哈。那个妹也不胖也好看，小脸胖乎乎的。胖富才美。还是胖好。这张是我最小的时候拍的。还有一张最小的。这是我读大的时候。一百天吧。 一百天啊，这是我最小的一张照片哈。那这样我赶上地。那当时我头发留多长哈？那把我们三个养大很不容易了吧？<笑>是不是啊？过去了就不觉得不容易了。 当时上八几年出去打工，就你一个人在带小孩，也没人帮你哈，都是自己一个人养大的。这小孩小时候也很烦人不？有事烦，有事不烦呗。有时候烦人，有时候你觉得可爱哈，是不是？<笑>你觉得小孩子长大了，你开心了还是那个<笑>开不开心？ 嘿，我想小时候带我们太辛苦了。哈哈，我的妈，咋回事？哎呀，心，怎么了？是不是想我感觉没有回家人？不是。 哎呦，一下心里来，这个那是，那老爷觉得人家照片没有哈，你想看也看不着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是也穷哈。嗯。嘴巴软不软，嘴巴硬不硬，也送了是吧？我一心，是有那天不知道，好，很好。 这一些，又没有那天，就心里特别不舒服。太想姥爷了哈。是，就是。过去了哈，不上劲哈。过去了哈。